机会，尤其像这种就是常规赛刚刚开始，是吧？前十场之内，那么你是不分好球。好，我们看啊，开始超音速是4中1，接着是5投5中，好像那边好球6投6。啊，超音速这个防守是确实挺有意思的。嗯。看上去像联防，但他不按联防对，防，他突然变进攻，对，他并不守所望。以所以说他。中间把这篮球抢下来。其实这个，这球非常漂亮的一个掩护，柯林森面对三人包夹。突进去之后传到底角，拉沙在流上不能保证的话，对你的防守的影响最大。而一旦你的是以守代攻的话，那么防守失去了这个最强。你看，真正网队他投篮的时候，每一次出手面前都有人在防。又是前场篮板球，好球，漂亮。他上个星期的表现是梦幻一般的。我们在中场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昨天的摇杀对决，电视上没有直播，大家可能没看到。嗯，刚才又有球迷在问，说防里德诺一个单挡掩护是没有跟上，就是被刘易斯断了。哎呦，2+1，2+1，因为你已经挖了一大坑了，是吧？已经挖了一大坑，你就是在缓慢的、非常这个艰难的往上爬，上去一样，结果被里德诺投了一个这个空篮。网队他的两个内线，就中锋二中锋防挡拆防的还是不错啊，这又是防挡拆的时候漏了，好球！就刚才其实那个回合防挡还是不错，他的防守意志、防守意识不是说特别强，他从小就不是这类的球员。对，好球又一个三分。其实鲍勃西。要是防守还是基德防阿伦，好，现在换米基莫尔防刘易斯了，漂亮，漂亮，侧空让刘易斯打，看谁在防，哦，哦，哎，里德诺神来之笔，他还是要得打一次，因为还有时间，这场比赛新泽西的大陆航空球馆。韩国队终于是又赢了一场比赛，119-119。